我老婆最近很反常，难道是我那件事情被发现了？baby， 早点睡了。好 ，baby， 我先敷个面膜，你们先睡吧。tomorrow， 丽丽姐可能昨天比较晚睡，我们会议先开始吧。好，我来了。昨天那个方案我看过了，完全不行。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想法。昨天睡得比较晚，我们会议先开始。baby 啊，我要去直播间，你要不要一起啊 ？baby。来吧，各位。哎，才来啊？我热身都结束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最近怎么那么积极啊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好啊，我存这个是为了节日能够再买礼物给你，给你吧。你干嘛？我是说你上次送我爱的礼物伊菲丹超级面膜很好用，我想要在上播前留点时间敷面膜。哎，最近换季皮肤好难受哦，不过这一套超级面膜给我敏敏肌急救了，精粹水一擦焕肤效果很赞哦，所以我最近状态超好，它现在可是我的超级充电宝。哎，你可真会选哦。哎，那我不是你的充电宝啊。